本台消息，我国外交部12号下午就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发表声明。2013年2月12号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，再次进行核试验。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。实现半岛无核化，防止核扩散，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，是中方的坚定立场。我们强烈敦促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，不再采取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，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和平与稳定，符合各方共同利益。中国政府呼吁各方冷静应对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，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。